时来运转，全台湾14700多座道教的庙宇，就只有这么一个。好，从全部六个，整个台湾六个，整个北台湾就这么一个哈。时来运转上面刻的不是数字，是12生肖。各位可以把自己的生肖转到12点的位置，那那个灯就会亮起来。然后接着您就往右转，是求平安；往左转求财。好，先往右，再往左。然后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真的是只管正财，不管偏财，蛮难得的。